玩嘢事，时间三点半。如果你有新聞都知道，昨晚平安夜都有破壞。咩？佢話旺角有人縱火燒港鐵站，炒旺角站，跟住匯豐銀行俾人三度破壞交通燈之類。跟然之後話，旺角就而一個十六樓，唔係十六歲嘅青年就為墮下，跟住情況穩定。跟然之後有示威者要求對面嘅小嘅食店起起美食，美國係佢叫咩？即係嘻嘻定起起啊？即係兩個起字啊？應該起起美食就話要求店主交嗰個爆電視片段，但係後屘個店主佢拒絕，即係佢話不禮貌對待班示威者，於是示威者就裝修。就破壞嗰間喜喜美食，但相反對於記者點講咧，話喜喜美食俾警方破壞。元朗都係嘅，元朗央豪有一個示威者為逃避便衣警察追捕，佢又就自己跳落街，唔係。自己就由二樓跳落地下，跟住情況穩定，但係佢好多處地方都骨折。但相反，記者又點講咧？記者話佢從高處墮下受傷，但係新聞嗰個詞語係唔一樣，從高處墮下同埋自己。從高處墮下兩樣嘢，即係話示威者從高處墮下，同埋示威者自己從高處墮下。首先，唔係如果你冇自己兩個字就差好遠。從高處墮下應該係話佢俾人推落樓，而自己嘅意思就係佢自己跳落樓。咁但係成件事真相咩？就是、有片嘅示威者逃避俾警察追捕，自己爬欄杆跳。跳下去，跟住墮下。所以實際上成件事嘅真相就係佢自己跳下去嘅。但係記者基本上作嘅新聞都可以話好差嘅，亂咁作嘅話，咩從高處墮下？傻傻地嗰個人基本上都有可能就係前日已經見到佢，但係相反，如果就見到佢，應該係一個禮拜之後，至少都一個禮拜先會撞到佢，唔知點解。雖然知點都好啦，佢講嘅嘢都有啲問題，咩成日撞到我，代表我跟住佢。
我先升个 level 841。我就知道啊，有人發起就好多個商人聖誕和你塞次對咁樣。